皮里昂在黑暗中独自穿衣，一边倾听着熟睡的妻子轻柔的呼吸。他在做梦呢，他心想。桑莎在梦中呢喃，好像是个名字，听不清楚。随后翻过身去。作为丈夫和妻子，他们同床而眠。 但关系仅止于此，三舍甚至连流泪，也不让提良看见。当提良把三舍哥哥的死讯告诉他的时候，以为他会痛苦或者愤怒，但都没有。三舍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不禁让提良以为对方根本没有听懂。只是事后。 在沉重的橡木门隔开夫妻之后，方才传来桑莎的啜泣声。提良好想冲进去给他安慰。不，他提醒自己，此时此刻他最不想见的，就是兰尼斯特家的人。提良所能做的，只是隐瞒红色婚礼的肮脏细节。 不要让桑莎知道哥哥被砍头和侮辱，不要让他知道母亲的尸体被赤裸着扔进绿茶河，以野蛮的讽刺图里家族的丧葬风俗。孩子，你的噩梦也已够多的了。不，提良知道自己做的不够。 可又能怎么办呢？他将斗篷包裹在桑莎的肩膀上，发誓一辈子守护她。而这和弗雷家族将狼头缝在罗伯·史塔克的尸体上，并为之戴起王冠一样，都只是个残酷的笑话。桑莎对此一清二楚。桑莎。 看他的眼神，桑莎在床上僵硬的身躯。夫妻团聚的时候，提良一刻也不敢忘记自己是谁，不敢忘记自己的长相。桑莎也没忘。妻子依旧夜夜去神木林祈祷，提良不知他是否祷告自己的死亡。 萨莎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依靠。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位所爱过或信任过的人，统统进了坟墓。凛冬将至，史塔克家族自食其言。对莱尼斯特家族，如今真是炎炎盛夏，为何我却凄凉无比呢？ 他穿好靴子，用狮头胸针系好斗篷，走出烛光摇曳的长廊，得以避开梅个楼，是婚姻为提梁带来的唯一好处。由于有了妻室仆从，父亲大人决定为他找个好居所，便把盖尔斯伯爵粗暴的赶出了厨堡顶层。这层楼。 的确宽敞，不仅有间大卧室和相搭配的书房，还有妻子专用的洗澡间和更衣室，以及供波德和三莎的侍女们居住的小房间，就连波龙也住进了楼梯旁有窗户的客房，啊，那窗户其实是见孔，但好歹能透过光亮。城堡的大厨房就在院子对面，但。 提良觉得忍受一点气味和噪音，远胜过和姐姐同住梅个楼。离斯西越远，他就越开心。经过房间时，他听见了贝琳娜的鼾声。雪姨经常为此抱怨，然而付出这点代价总还是值得的。此女由瓦里斯推荐，从前是兰里大人在君临的管家。 脱经世事，深谙装聋作哑之道。提梁燃起一支蜡烛，走下仆人们用的楼梯，地板很坚实，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他不断往下，下到地面，走入地底，来到一个有石拱顶的昏暗地窖里。盘根错节的通道联系着红堡各处。 楚宝自不例外。提良夺过一条长长的黑暗走道，推开了尽头的门。巨龙头骨和雪衣正等着他，还以为大人把我忘了呢。雪衣的衣服挂在一颗和他同样高的黑牙齿上，女人自己一丝不挂的坐在龙嘴里。 这是贝勒里恩，还是瓦克哈尔？他们的头颅都同样庞大。只需要看着雪姨，提梁便硬了起来。快出来吧！不要！雪姨露出了邪恶的笑容。来嘛，大人，把我从龙嘴里营救出来。当提梁蹒跚着走近。 雪衣靠过身子，吹灭了蜡烛。雪雪雪衣，他伸手去够，雪衣则巧妙的避开了。来抓我呀！他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大人小时候一定玩过处女与怪兽的游戏呀、啊？你说我是怪兽，我说我是处女。脚步轻响。 雪衣闪到了提梁的身后，来呀，来抓我！提梁抓了很久，最后才勉强成功，因此怀疑根本是雪衣故意失手的。当雪衣钻进他怀中，他已经气喘吁吁，面红耳赤，不由自主的绊上了龙骨，但。 雪衣在黑暗中将小乳房紧紧的贴着他的脸颊，坚硬的小乳头轻轻扫过他的嘴唇和鼻子上的伤疤，所有的疲惫和犹豫顿时一扫而空。提梁将雪衣压在地板上，我的巨人，提梁一边动作，雪姨一边呢喃着。 我的巨人来救我了。事后，他俩难分难解的倒在龙嘴里，提梁靠在雪姨身上，享受着女人清新的发香。我们走吧。最后，提梁勉强开口：“天快亮了，桑桑就要起床了，您该给他喂安眠酒喝。” 雪衣建议着：“贪得伯爵夫人就这么对付罗丽丝，临睡以前灌她满满一大杯，咱俩就算在她床上干，她也不知道。<laughs> ”他嘻嘻的笑着：“哎，大人呐、啊，哪天咱们试一试好不好？”雪衣搂住提梁的肩膀，替他按摩。“哎呀，您的脖子硬的跟石头似的。” 什么事情不痛快了？虽然伸手不见五指，提梁仍用它们来计算。多了，我老婆、姐姐、外甥、我爸、提里尔家。他伸出了另一只手，瓦里斯、拍写小指头，多恩的红毒蛇。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指头。 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看见的那张脸，雪姨吻了吻提梁那破损的鼻子。这是张勇敢的面庞，和蔼而欢乐的面庞。我真希望我现在就能看见他。啊、哦，全世界的甜蜜天真，都蕴含在他曼妙的声调当中。天真，傻瓜。 哼，她是个妓女，对男人她只懂得两腿间的那画。儿，傻瓜，大傻瓜！我宁愿看见你。提梁坐了起来，来吧，今天的事情多着呢，对你对我都不容易。哎，你不该把蜡烛吹掉的，乌漆麻黑的，怎么找衣服呢？雪衣娇笑着，哼哼。 那我们就裸着出去呗，是吗？要给人看见，你非得让我父亲吊死不可。将雪衣收为三下的侍女，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但提良戒心不减，因为瓦里斯警告过他。我曾为雪衣伪造了一番背景，却只可以骗过罗丽丝和谭达伯爵夫人，骗不过令姐。 若您的姐姐起疑，想必你能替我圆谎。哦，对此我无能为力，我只好告诉瑟西，这女孩是你在绿岔河战役之前找的营妓，并且违抗父亲的严令带来了军令。哦，我不能对太后撒谎的，你经常对她撒谎，要我把真相告诉她吗？哦，太监叹了口气。 哎呦呦呦，大人，这话可太让我伤心了。您知道，我一直对您忠心耿耿的，但也必须为太后服务。如果没有了利用价值，他怎么还能留我一条命呢？我没有凶狠的佣兵，没有英勇的哥哥，只有几只小小鸟，靠着他们的情报，才能天天。 苟延残喘，抱歉，我可不会为你哭泣，哦，是吗？请您原谅，我也不会为雪衣的下场而哭泣。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像您这么一个聪明人，为何就让一个女人弄得头脑不清的？你当然不明白了，你是个太监，是吗？哦，在脑子。 和两腿间的那团软肉之间，只能选择其一吗？瓦里斯咯咯的笑着。那么，或许我该为自己庆幸。八爪蜘蛛说的对。提里昂在放置龙骨的黑暗房间里摸索着衣服，肃然心惊。 所冒的风险不仅让他极度紧张，而且内心充满了负罪感。去他的，异鬼才有负罪感呢。他边套外衣边想着：“我负什么罪呀、啊？哼，老婆根本不要我，尤其不要我身上最想要她的那一部分。呃，或许该老老实实的把雪姨的事情告诉他。” 哼，我又不是头一位养情妇的贵族。三傻自己那重荣誉的父亲不也生出个私生子来吗？只要明确答应永远不碰三傻，想必三傻也会听任提梁和雪姨欢愉云雨的吧？不，这不行。提梁的夫人虽然发过婚誓，终究不能信任。 他两腿间是清白的，但对背叛之道并不陌生。正是他将父亲的计划泄露给了瑟西。就算把过往统统抛开，这个年龄的女孩本身也无法保守秘密。唯一安全的办法是把雪姨送走。要不把她送到沙太阳那儿去？ 提良不情愿的想，在沙特亚的妓院，雪衣可以穿戴自己喜爱的丝绸和宝石，招待英俊温柔的贵宾。这样的生活，比起当初遇见雪衣的时候，雪衣的境遇，不是大为改观了吗？或许，假如她厌倦了勾栏营生，我为她找个丈夫怎么样呢？不龙行吗？ 佣兵素来对提良死心塌地，而今成了骑士，对雪姨来说是个极好的对象。塔拉的爵士呢？提良曾经目睹塔拉的爵士充满欲望的盯着雪姨，这有何不妥呢？雇佣骑士又高又壮，长得有几分潇洒，活脱脱一个年轻的英雄。 当然，现下塔拉德还以为雪姨只是贵妇人的漂亮侍女。假如结婚以后，他发现雪姨原来是……大人，您在哪儿呢？<laughs> 您被巨龙吃了吗？哦，不，我在这儿呢。迪梁扶住龙骨，我刚刚找到一只鞋，好像是你的。哦，大人的声音听起来好严肃啊。 我惹您不开心了吗？哪里？提梁放缓了语调。你一直是我的开心果，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危险。每次想送雪姨离开，决心都在雪姨的笑意面前维持不长。透过黑暗，提梁隐约看见雪姨将羊毛袜套上苗条的长腿。 能看见了，原来光线已经渗进了地窖墙壁高处的那排长长的窄窗，坦格利安家族的巨龙头骨在周围浮现出来，犹如灰雾中的黑影。天亮了，这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世纪，在绿岔河。 和黑水河的恶战中，我活了下来。我他妈的也能活过乔弗里的婚礼。雪衣从龙牙上取下裙子，当头套了进去。我先上去。贝利娜需要帮忙一起准备洗澡水。他弯下腰来，给了提里昂最后一吻，正好吻在双眉之间。 我的莱尼斯的巨人，我爱你，我也爱你，亲爱的。她从前只是个妓女，但我理当让她有个美好的下半生，比留在我身边更好。哼，我要让特拉德爵士娶你，他是个正派人，生的高高大大。知了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好一个甜蜜的梦，桑莎无力的想着。在梦中，他又回到了林东城，和淑女一起在神木林中奔跑。林间有他的父亲和兄弟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生动鲜活。哦，要是美梦。 可以成真。他掀开毯子。我必须勇敢起来。折磨总有一天会到尽头的。如果淑女还在，我就不会害怕了。可是淑女、萝卜、布兰、瑞肯、艾丽亚、父亲、母亲，就连摩丹修女。 他们都死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在世上。夫君不在身边，但三婶早已习惯了。提里昂睡得很浅，通常天亮前就起床，坐到书房里，全在烛光下忘我的阅读老旧的卷轴或。 皮革封面的书籍。有时候，烤早餐面包的香味会将桑莎引去厨房；还有的时候，他跑上屋顶花园，或在叛徒走道上散步。桑莎推开窄窗，突来的寒意不禁让他手上起了鸡皮疙瘩。东边天际，乌云密布。 只有几许阳光射入，晨雾朦胧，好似有两座大城堡在空中浮动。流云化作墙壁、堡垒和碉楼，缕缕青丝是城上的旗帜，与正在泯灭的群星相连。太阳越升越高，城堡由黑转灰，最后。 化为千万道玫瑰色、金色或绯红色的彩带，延绵不绝。再后，被清风吹散。雾中的城堡见不复见，只剩下地上真实的红堡。门开了，两位侍女提着热水进来为他洗浴，他俩是新人。 提梁说：“先前的仆人都是瑟西的间谍，这正好印证了桑夏的怀疑。因此，那些侍女被通通换掉了。来，过来看呢、啊，他招呼他们。空中有座城堡呢。两个侍女凑了过来，金色的城堡。” 雪姨有短黑发和大眼睛，平时尽职尽责，但常常无礼的打量桑桑。是啊，整个像是金子做的，闪闪发光。那是金色的城堡。贝琳娜眯起了眼睛，瞧啊，塔楼都倒掉了。嗯，依我看，这是一座。 废墟。三婶没心情说什么残塔废墟，于是关上窗户，隔断寒气。时间不早了，得准备参加太后的早餐会。我的夫君大人在看书吗？没有，夫人，贝琳娜说，我没见着他。呃，他该是去见他父亲了。 雪衣猜测着：“嗯，首相大人很倚重老爷。”哼，贝雷娜哼了一声：“山下夫人，快洗吧，水都凉了。”雪衣替他脱掉了衣服，将他扶进大木盆。他紧张极了，很想要杯酒。盛大的婚礼将于正午时分在红堡对面的贝勒大圣堂举行。 黄昏时，一架王座厅召开宴会，一千名客人，七十七道大餐，以及歌手、戏子和杂耍艺人们的表演。但首先，清晨在太后的舞厅进行早餐会，与会者包括兰尼斯特全族，除了行动不得的兰塞尔，以及提利尔家的男性。 他们家的女性负责陪伴 m a g g e 小姐，以及双方麾下上百位领主和骑士。他们把我算作兰尼斯特家的人，三傻苦涩的想着。贝琳娜一边叫雪衣去取水，一边为三傻擦背。您在发抖呢，夫人。哦。 水有些凉，桑莎撒谎了。迪里昂带着博德瑞克· a n 出现的时候，桑莎刚刚洗完。你今天真是太可爱了，桑莎。丈夫转向侍从：“博德，帮我拿杯酒。”早餐会上有酒喝，夫君大人，桑莎说。可我们家也有啊。 你不想让我干巴巴的去见姐姐吧，夫人？今天可是个大日子，不仅代表新的世纪，也是伊耿登陆七大王国的三百周年纪念。诸如,如从布特瑞克手中夺过酒杯，一饮而尽。敬，伊耿坦格利安！哼，好个幸运儿，两个妹妹，两个老婆，三头巨龙。 最最幸福的男人呢、啊？他用手背将嘴擦干。小恶魔的衣服凌乱不整，就像是和衣过了夜。大人，您要不要换身衣服？那件新外套很漂亮。对，外套很漂亮。提梁放下杯子，来吧，波特，我们去换衣服，好让做丈夫的看起来不那么奇怪。 不让我的好夫人蒙羞。良久，小恶魔回来了，他总算有了些模样，装扮之后甚至显得高了一点。Butric Pan 也换上了一身华丽的紫白金三色衣服，若非鼻子旁边那个红色大疹子，看起来倒是个像模像样的侍从。这孩子很害羞。 起初，三舍心存防备，因为对方是派恩家族的人，而正是伊林派恩爵士砍了三舍父亲的头。但不久之后，三婶便明白，这孩子就像他怕伊林爵士一样的怕他。无论什么时候问话，这孩子一律会羞红了脸。紫白金。 这是派恩家族的颜色吗，布德瑞克？他友好的问。呃，不，呃，唔，是是是是的，侍从脸红了。呃，颜色，呃，嗯啊，我们家族的文章是紫紫的和白的方格。呃，夫人，呃呃，上面还绣有，嗯，金币，在在格子中间，嗯、呃、嗯，紫格子、白格子里，嗯，都有。 Patrick 打量着桑莎的脚，这些金币是有故事的，提梁说，毫无疑问，哪天 Patrick 一定会讲给你的脚趾头知道。哼哼，好了，该出发了，夫人，你行吗？桑莎实在是不想去，实在是想拒绝，可我如何推脱呢？肚子不舒服，月经来潮。 此刻，三婶只想爬回床上，拉下窗帘，独自待在黑暗中。我必须勇敢起来，就像萝卜。她一边这样告诉自己，一边僵硬的握住丈夫的手。在太后的舞厅里，他们享用黑莓与坚果烤的蜂蜜蛋糕、烟猪腿、bacon。 面包蟹、炸海星肉、秋梨，以及一道按照多恩风味加了大量胡椒粉烹制的洋葱奶酪配鸡蛋。享受七十七道大餐之前，来顿开胃早饭真美妙。提良评论着，席间还提供大壶的牛奶、蜜酒和低度的金色甜葡萄酒。乐师在厅内游荡。 吹笛子、弹竖琴，汤托斯爵士骑着扫帚马跑来跑去，乐童则用肥胖的脸颊模仿放屁的声音，并为客人们唱低俗的歌谣。桑舍发现丈夫基本什么都不吃，只是把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她自己要了多恩鸡蛋，可惜胡椒粉的味道太重。 此外，咬了一点水果、鱼和蛋糕。每当乔弗里的眼睛转过来，桑莎的肚子就开始翻滚，好像有只蝙蝠在里面飞。食物清空后，太后庄重的为乔弗里系上新郎斗篷，待会儿国王便要将这斗篷系到 Margaret 的肩膀上，这件斗篷。 老板娶我为妻的时候用过，我母亲乔安娜夫人嫁给我父亲大人的时候也用过。难怪三婶觉得这斗篷看起来有些破旧。接下来是赠礼时间，依照河湾地的传统，人们在新郎新娘婚礼之前的清晨向双方分赠礼物，当然。 婚礼次日还将送礼，但那是给夫妻一起的。加拉巴索尔献上了一把镀金的巨弓，搭配的长剑装有绿色和绯红色的羽毛。潘达伯爵夫人献上了一对柔软的马靴，凯冯爵士献上了一个极为华丽的红皮革马鞍。端领亲王奥布伦献上了一个蝎子形状的。 红金胸针儿。此外，亚当·马尔布兰爵士的礼物是银马刺；马托斯罗万伯爵的礼物是长枪比武时用的红丝帐篷；帕克斯的雷德文伯爵则捎来了一个漂亮的木剑模型，足足有两百条桨。他声称，这艘船目前正在蜻蜓岛加紧赶造。若蒙陛下恩准。 我将把它命名为“乔弗里国王的勇气号”。小乔开心的应允了。嗯，我要用它做旗舰，直捣龙石岛，杀死叛徒叔叔丹尼斯。看来国王今天打算扮演英雄的角色。三傻知道，小乔只要用心，满可以表现的很得体。 但随着年龄增长，他却越来越任性。当提良代表他们夫妻献上礼物的时候，乔夫里的礼貌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本古旧的大布头，名曰《四王志》。很明显，国王对他毫无兴趣。这是什么呀，舅舅？这是一本书啊。 桑莎猜测，恰弗里是从来不肯用那对肥厚的嘴唇读书的。这是大学士卡斯所著的历史，叙述了少龙主戴伦、受神祝福的贝勒、雍王伊耿和贤王戴伦四位国王的事迹。他的侏儒丈夫回答：“呃，这是每个国王都该读的书，陛下。” 凯冯爵士说：“哼，我父亲从来不读书。”乔弗里将典籍扫到一旁。如果你少花点时间阅读，小恶魔舅舅，或许三傻夫人的肚子早就大起来了。哈哈哈,哈他大笑起来，廷臣们也跟着笑。不必伤感，三婶。 等我让 m a r g e r 怀了孩子，便会时时来你卧房，教我的侏儒舅舅如何履行责任。桑莎直羞红到脖子，她紧张的撇了撇提梁，害怕丈夫如婚宴那天一样陡然发作。但是这一次，侏儒继续喝酒，什么也没有说。下面轮到了梅斯提利尔公爵。 他的礼物是一只足有三尺高的金杯，杯身铸成了七面，面面都有无数宝石，还有两个装饰繁复的杯耳。啊、呃，七面代表臣服于陛下的七大王国，岳父解释着。他还向大家展示漆面上所刻的王国七大家族的文章。 红宝石狮子、翡翠玫瑰、玛瑙驯鹿、银质鳟鱼、蓝玉猎鹰、蛋白石太阳和珍珠冰原狼，好杯子，乔弗里称赞着。唯一的缺陷是该把这冰原狼挖掉，换一只乌贼上去。桑舍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那么 m a r g e r 将和我在婚宴上共饮此杯，岳父大人。国王将金杯高举起来，让全场都能看见。该死的玩意儿，居然和我一样高！提梁低声咒骂着：“哼，只要喝上半杯，这小子就得不省人事。”太棒了，三傻心想。 最好是在醉倒的同时摔断了脖子。泰温公爵最后上场，他的礼物是一柄长剑，剑鞘由镀金樱桃木制成，由上过油的红色皮革包裹，装饰着纯金狮子头，狮子有红宝石的眼睛。当乔弗里拔剑而出。 高举过头的时候，整个舞厅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剑刃上有红黑两色波纹，在晨光中微微发亮。啊，真是不世出的神兵！马杜斯·罗万叹道：“值得为他写一首歌呀，陛下！”雷德文伯爵宣布。 无愧为王者之剑呐、啊！凯峰兰尼斯特爵士说。乔弗里国王脸上的表情就像是要当即杀一个人来祭刀，他好兴奋，不停的挥舞欢笑。好剑，好剑得有个好名字。重卿我该叫他什么呢？三傻记得。 失牙，那把被艾利亚扔进了三叉戟盒中的剑，还有噬心，那把乔弗里在战斗之前强迫他吻过的剑，不知道下一回乔弗里会不会叫玛格丽去吻这把剑。客人们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名字，小乔一一拒绝。 直到最后，听到了满意的，“嗯，寡妇之好。”他喊着，“好，就叫这个。我要用它制造出无数的寡妇。”他再度挥剑，“我要拿它和史丹尼斯叔叔决斗，把他的魔法剑劈成两半。”小乔试图来一记下斩，吓得巴隆史温爵士踉跄后退。 看见巴隆爵士的表情，人们哄堂大笑。哦，小心点，陛下！亚当·马尔布兰爵士提醒国王：“瓦雷利亚刚很锋利。”啊，试试看！瓦雷利亚兵器我熟得很呢。乔弗里双手握剑，朝提良送的古籍狠,狠狠砍去，厚重的皮革封面应声而断。好、啊。 果然锋利，你瞧啊，我是识货的。男孩又砍了六七下，才把那本厚书劈为两半，弄得自己气喘吁吁。奥斯蒙·凯特布莱克爵士喝彩道：“哎呀，陛下，呃，真让人心胆俱裂。”三莎发现自己的丈夫业已到了暴跳的边缘。爵士先生。 你既知神兵厉害，以后便万万不可忤逆我意。乔斯里得意洋洋地用剑尖挑起四王制，抛了出去，然后优雅地将寡妇之豪收入剑鞘。啊、呃，呃，陛下，加兰提里尔爵士开口了，或许您不知道。 在威斯特洛的土地上，卡斯师傅的这本书只有由他亲自誊写的四份抄本，现今只剩下三份了。乔弗利解下旧的配件，换上了新的。你，小恶魔舅舅，你和桑舍夫人还欠我一份礼物。这东西完全是垃圾，只配用来试剑。 提里昂用大小不一的眼睛死瞪着外甥。陛下，一把匕首如何呀？瓦雷利亚钢匕首配瓦雷利亚钢宝剑，龙骨柄的匕首，您怎么说呀？小乔警惕的扫了提里昂一眼。你，好啊，匕首配宝剑，很好，嗯。 他点点头，不过，不不，不过最好用镶红宝石的黄金刀柄，龙骨太普通。遵命，陛下。提里昂又灌下了一杯酒，他半点儿也不在意。三傻，仿佛陷入了沉思。早餐会结束后，方才突然执起了三傻的手。 穿过庭院的时候，多领的奥布伦亲王挽着黑发情妇跟了上来。桑莎好奇的打量那个女子，对方只是个私生女，没结过婚，却替亲王生下了两个女儿，而且即便在太后面前也毫无惧色。雪衣告诉桑莎，这都是因为这个艾莱莉亚信奉某位丽丝女爱神的缘故。 当初亲王殿下爱上他的时候，他不过是个妓女。侍女倾诉着，而今快成公主了。桑、啊、舍从前没有机会见识多恩姑娘，现在靠拢了观察，发觉对方并不太美，只是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人的特质。 我很荣幸的在学城读过《四王志》的抄本，阿布伦亲王对提良说：“卡斯很有学问，也很得体。他省略了威瑟利斯王的记载。”提良锐利的回望对方一眼：“得体？哼，依我看是对威瑟利斯有偏见吧。这本书。” 应该成为武王制才对吧？<laughs> 亲王笑了。维斯利斯就统治了那么几天，省略也是自然的。不对，他在位超过半年，史家故意忽略罢了。提里昂说：“哼。”奥布伦亲王耸了耸肩：“半年，或者几天。” 有什么区别呢？反正他是个毒死亲戚，以夺取王位的家伙，在位期间也平庸无惑。贝勒是自己绝食而死的，提梁说：“威斯利斯对他和对他之前的少龙主都一样的忠诚。”此人或许只当了半年国王，却做过十五年的首相，王国有他打理，戴伦方能专心打仗。 而贝勒专司祈祷，唉，他叹了口气。就算，贝勒之死真是他下的手，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总得有人终止贝勒的愚蠢行为，以拯救国家呀。三傻很震惊。可，可受神祝福的贝勒是个伟大的国王，他徒步穿越古路，与端领达成了和平协议。 并从蛇坑中救回了龙骑士伊蒙王子，因为他的圣洁，毒蛇都不愿意害他。哈！阿布伦亲王哈哈大笑。如果你是条蛇，夫人，会拿贝勒这种冷血动物开胃吗？哼，我宁可去咬有点滋味的。 亲王殿下在说笑呢，桑莎夫人。艾拉莉亚沙的插嘴了，修士和歌手们宣扬毒蛇没有事咬背了，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他身带四五十处咬伤，理应毙命于此，结果却没有啊。否则，维瑟里斯将称王十多年。提里昂说。 而七大王国也会更为高兴。有人认为贝勒后来正是因为蛇毒发作，才干下了许多蠢事的。啊，想必如此吧，阿布伦亲王悠然的说。可我在红堡，没看见什么毒蛇，而乔弗利陛下的行为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不知道，提良僵硬的点了点头。谢谢您，亲王殿下，我们的轿子在等着呢。说罢，侏儒扶着桑莎上轿，自己也笨拙的爬了进去。夫人，请把帘子关上，这样好吗，大人？桑莎不想把轿子封闭起来。今天的太阳很不错。 哼，如果君临城的善男信女们发现这是我的轿子，马上就会有脏东西扔过来。为了我们俩好，夫人，把帘子放下来吧。桑桑，乖乖照办。随后，夫妻俩静坐了一会儿，空气越来越稚闷、炎热。您的书，我很抱歉。 大人，桑舍逼着自己开口：“那不是我的书，已经送给了乔弗里。他如果读一读，本可以学到点东西的。”丈夫烦乱的说：“我早该想到啊，早该想到，很多。没关系，大人，我想匕首更适合他。”哼。 侏儒扮了个鬼脸儿，伤疤皱成了一团。哼，这小子要匕首是吗？提梁不等三婶回答，记得他在临东城和你大哥萝卜吵过架。告诉我，他跟布兰之间也有争端吗？布兰？三婶很困惑。在他坠楼之前，三婶努力的回想。 一切，离得实在是太久了。布兰是个可爱的孩子，人人都喜欢他。我记得，他和托曼用木头剑比试，啊，仅仅是比试而已。听罢此言，提梁又陷入了阴郁的沉默之中。三婶隐隐约,约约的听见外面传来了铁链声，闸门。 正在生气，不久之后，有人一声令下，轿子摇晃着开始挪动。桑是看不到外面的景象，只好瞪着交叠的双手，不安的觉察到丈夫正在用大小不一的眼睛打量着自己。他为何这样看我？你爱你的兄弟，就像我爱詹姆。 这又是兰尼斯特的诡计，好让我说出不忠的言语吗？我的兄弟都是叛徒，罪有应得，而爱叛徒的人自己也是叛徒。哼！她的丈夫嗤之以鼻。罗伯起兵对抗国王，只有他，按照法理来说，够得上叛徒。 你的其他几个兄弟，只怕小到连叛徒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他揉了揉鼻子，桑桑，你知不知道布兰在临东城出的事啊？我离开之前，他摔了下来。布兰一直很会爬，不知为什么那次却摔了下来。哦，正如我们一直担心的那样，后后来。 西恩格里交易，杀了他。西恩格里交易，啊！提良叹了口气：“你母亲大人曾经指控我，哈、啊，算了，不想讲那些肮脏的细节了。反正你母亲是认错了人，我从未伤害过你弟弟布兰，也不会伤害你。他想要我说什么？” 哦，谢谢您，大人。他想要我说句什么，可我不知道答案。他像个饥饿的孩子，我却没有食物给他。哦，为何就不能放我安静一会儿呢？提梁揉着破烂的鼻子，一次又一次，这是个坏习惯，只能让他看起来更丑。 你从未问过我罗伯，或者是你母亲究竟是怎么死的？我，我宁可不问，会做噩梦的。很好，我永远也不会说的。您，您真是太好心了，哈！是啊，提梁说，我的确有副好心肠。 哼，总把噩梦留给自己。知了有声，欢迎继续收听。泰温·兰尼斯特公爵给予总主教的新观念，由金丝和水晶做成，足有被暴民砸碎的那顶的两倍之高，稍作运动便。 映散出七彩虹光。提里昂很好奇，瘦小的总主教如何能支撑他的重量。对方正在主持弗菲与迈格丽的婚事仪式。国王和他的未婚妻站在天父和圣母高大的镀金雕像前，宛如一对璧人。新娘穿着。 象牙色丝衣和米尔蕾丝裙，裙上无数颗小珍珠组成了各种花朵，显得十分可爱。身为兰里的遗孀，她本该采用贝拉西恩家族的金与黑，但她却选择了提利尔家族的色彩，以示纯洁。新娘斗篷由绿天鹅绒制成。 绣有一百朵金玫瑰。提良不知道她究竟还是不是处女，反正乔弗里也不懂。国王看起来也同样堂皇，身穿暗玫瑰色外衣，披挂着纹饰着雄鹿与狮子的深绯红色天鹅绒斗篷，王冠潇洒的戴在卷发上。 两种金色融为一体。哼，是我替你保住了这顶烂东西。提里昂不停的变换着双脚的重心，感觉神志犹疑。喝的太多了，他应该在离开红堡之前上个厕所。 于雪衣的那一夜欢舞，更让他精力不济。关键的是，此刻他有跳上去饿死这该死外甥的冲动。瓦雷利亚兵器，我熟得很呢。这小子如此夸口，修士们不是常说天赋会公正的裁判每个人吗？好啊。 如果他能像踩死一只甲虫一样的碾碎乔弗里，那我就把余生奉献给盛唐。我早就该想到，詹姆绝不会派人去替他杀人，狡猾的瑟西则不可能留下匕首的线索。哼，只有小乔，只有这傲慢、邪恶、愚蠢的混蛋。 提里昂还记得林东城的那个寒冷的清晨，他走下藏书塔的陡峭螺旋楼梯，发现乔弗里王子和猎狗在讨论杀狼的事。叫狗去杀狗，乔弗里这么说。但乔弗里再蠢，也不会笨到指使桑德克里刚去害埃德施塔克的儿子。 因为猎狗会把事情原原本本的报告给瑟西，所以这小子想必转到了那群自王家车队启程起就紧随不舍的自由射手、商人和小贩中，寻找肮脏的杀手。不知道是哪个弱智下人，愿以生命来换取王子的青睐和一点点钱币。 提里昂思考：由谁定计？待老伯离开临东城后，方才动手。大概是乔弗里本人，他会把这当作最巧妙的谋划。依稀记得王太子自己的匕首带有宝石圆头，刀刃嵌着金线。至少他没有蠢到使这把刀。 而是用了父亲收藏的武器。老伯贝拉辛极为慷慨，儿子想要的玩意儿自然无所不给。但提里昂认为乔弗里是私下里拿的。去临东城的那回，不仅跟了一大票骑士和随从，还有大轮工及长长的辎重队，肯定有人专门负责照看国王的兵器，以备不时之需。 乔弗里挑的这把刀锋利且实用，它没有黄金装饰，没有宝石刀柄，没有银丝镶嵌，外观平凡无奇。它从未被劳勃国王使用过，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然而，本身又是致命的瓦雷利亚钢，轻而易举便可以划开皮肤、血肉和咽喉。 你瞧啊，我是识货的。讽刺啊，小子，你却真正的不识货，否则怎么会选小指头的刀呢？但是为什么要杀呢？难道他就是天性残忍吗？在这一点上，外甥可谓登峰造极。 狄良极力克制着，才没把喝的酒吐出来，或者尿了裤子。他不安的蠕动着。我该在早餐会上闭嘴才是。现在这小子知道了，我了解实情。哦，我这张大嘴巴，迟早有一天会给我招来杀身之祸的。 国王夫妇发下了七重婚姻誓言，接受七层祝福，交换七次承诺，然后圣歌唱响。当无人上前质疑挑战，换斗篷的时刻便到了。提里昂将重心自一只短腿换到另一只，试图从父亲和凯冯叔叔中间看出去。 要是诸神有眼，该让小乔当众出丑。他不敢去往三上，不敢让夫人发现自己眼中的苦涩。你当时应该跪下来，真该死，弯下那对僵硬的是塔克膝盖。妈的，为我保全一点起码的自尊，有这么难吗？梅斯蒂利尔温柔的。 替女儿移去新娘斗篷，乔弗里则从弟弟托曼手中接过新郎斗篷，并将其极尽夸张的抖开。国王虽只年方十三，却已经和十六岁的新娘一样的高了，他无需站在弄臣的背上为对方系斗篷。与之相对。 小乔用红金天鹅绒料包裹住 Margery，轻身向前，在 Margery 的咽喉处把斗篷系紧，表示从今往后代替岳父永远的守护 Margery。哼，谁来保护新娘，不受 c h 里 f 的伤害呢？提梁瞥向站在玉林铁卫队伍中的百花骑士。 你就时时刻刻的磨好了剑，准备着吧，罗拉斯爵士。经由这一吻，献出我的爱，乔弗里清脆的宣称。Maggie 应声回复后，国王将他拉近长久的深吻，冠冕再度发散出七彩虹光。 总主教庄严的宣布，布拉辛和兰尼斯特家族的乔弗里与提里尔家族的麦格丽将是一个躯体，一个心灵，一个魂魄。见鬼！总算结束了，我他妈终于可以回城堡上厕所去了。身穿全身白鳞甲。 披雪白披风的罗拉斯爵士和马林爵士当先开道，带领队伍离开圣堂。国王夫妇紧跟在后，托曼王子提着篮子为他们撒玫瑰花瓣。接下来是瑟西太后和提利尔公爵，晚紧泰文公爵的提利尔夫人，荆棘女王一手扶着凯冯兰尼斯特爵士，一手抓着拐杖，蹒跚着走在第五。 两名孪生护卫贴身保护。第六对是加兰提利尔爵士夫妇，然后轮到提里昂夫人。他朝桑莎伸出胳膊，三莎尽责地挽住，但步上走道的时候，提里昂能够感觉到三莎的僵硬。此外，桑莎连一眼都没有低头看。 还没到门口，提里昂便听到外面如潮般的欢呼。群众深深的爱戴 m a g e 以至于愿意再给 c h a l 机会。毕竟 m a g e 曾属于兰里，属于英俊的三王兄，属于那位甚至从坟墓中赶来拯救他们的英雄。况且。 Migri 带来了富庶的高庭，食物和补给近期源源不断的自玫瑰大道涌入都城。蠢货们选择性的遗忘，当初正是 Mistili 尔封锁南境，引起了这场该死的饥荒的。提里昂夫妇俩结伴步入了清冷的秋日中。 还以为我们永远逃不掉了呢，提良一语双关的表示。桑舍别无选择，这才头一次望向丈夫，我，啊，是夫君大人，你说的对。桑舍，神色落寞。好一场壮观的仪式、啊，我们的，却并非如此。 一事冗长，仅此而已。我只想赶回城堡，好好的撒泡尿。提梁揉揉烂鼻子，早知道就寻个差事离开都城了。哼，小指头真聪明。乔弗里与迈格丽站在面对宽广大理石广场的阶梯上，周围有白骑士们环绕着。 亚当爵士统领金袍军，隔开人潮，而贝勒王的雕像慈祥的照看着大家。提里昂别无选择，只能带领萨莎依次上前恭贺。他吻了玛格丽的手指，祝愿对方幸福久远。谢天谢地，队排的那么长，留给每个人的时间都十分短。 轿子被搁在艳阳下，里面已经被烤得十分的闷热。进入轿子之后，提梁撑起手肘，而桑莎继续瞪着交叠的双手。她的美貌比之提里尔的明珠毫不逊色，头发是秋天的赤褐，眼睛为图利的深蓝。 悲伤让他憔悴寂寞，却也使他更为楚楚可爱。此时此刻，提里昂只想上前拥抱，解开那礼貌的盔甲。这就是他开口的原因，亦或不过是为了舒缓肿胀的膀胱。呃，等道路畅通安全了，我们到凯旋城去旅行吧。 可以远离乔弗里和我姐姐。提里昂越是思量乔弗里今天早上对待四王制的手段，心里就越是不安。嗯，没错，这里面蕴含着明确无误的信号。我将很荣幸带你参观黄金长廊和雄狮之口，参观詹姆和我从小在其中游戏的英雄之殿。 当海潮到来，地底传来雷霆。桑舍缓缓地抬起头来，提梁看到桑舍眼中的印象：鼓胀的额头、伤残的鼻子、怪异的粉红色伤疤和大小不一的眼睛。桑舍的目光散乱、空洞而冰冷。夫君大人想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哼，我想逗你开心，夫人，夫君大人开心，我就开心。提里昂嘴巴紧抿，你这可怜的小恶魔，竟以为雄狮之口会给他欢笑。哼，够了，除了用钱，你不可能让任何一个女人欢笑。 算了，这是蠢主意。只有兰尼斯特才喜欢石头。是的，大人，如您所愿。百姓们高呼着乔弗里国王的名字。啊，三年之后，这残忍的孩子就将长大成人，临朝听政。 届时，任何有我一半洞察力的侏儒都会远远的逃离君临。我该上哪儿去呢？就这自由贸易城邦。提梁有些渴望去拜访布拉佛斯的泰坦巨人，也许巨人像能让三婶开心。于是他再度开口，温柔的提起布拉佛斯。 结果同样撞上了那堵由干巴巴的礼貌铸成的墙，冷酷而毫不动摇，犹如在北方提梁踏上过的绝境长城。他累了，倦了，再也不想说了。夫妇俩沉默的坐着轿子，走完最后的路程。 提里昂满心只想对方说点什么，什么都好，哪怕一个词、一个字。但桑舍到最后仍是一言不发。在城堡庭院停了轿子之后，提里召来马夫扶桑舍下轿。一小时之后，就得前去参加婚宴，夫人，我马上回来。他迈着僵硬的步子离开。 院子对面，乔弗里将、Mar、g r 丽横抱下马鞍，女孩发出喘不过气来的娇笑：“哼，总有一天，这孩子将和詹姆一样的高大强壮。”提梁心想：“而我永远是他脚下的侏儒。或许他想让我变得更矮。”提梁找到厕所。 将早晨的酒一股脑的撒了出来，随后发出了欣慰的叹息。这种时候撒尿比干女人还爽。要是自己的疑虑和内疚也能这么轻易的释放，就好了。Butric k Payne 等在卧室外。嗯，我把您的外套。 呃，放放上了，呃，不是在这里，呃，放在了您的床上，嗯，卧室的床上，没错，卧室，放床的地方。桑舍一定在里面更换宴会服装，还有雪衣。去倒酒，博的。提梁坐到窗边座椅上喝酒，打量着下面厨房的混乱。 阳光还没有照到城墙顶端，但烤面包和烤肉的香味儿也已四散飘逸。宾客们很快便会涌入王座厅，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充满歌声与辉煌的夜晚。代表高亭与凯言城的结合，展示出大联盟的富裕和力量，威慑全国诸侯归附乔弗利的王化。 目睹史丹尼斯·布拉辛和罗伯·斯塔克的下场，谁还敢反抗乔弗利的统治呢？河间地仍有战事，但四处的火星正渐渐熄灭。格鲁克里刚爵士渡过三叉戟河，占领了红宝石滩，并不费吹灰之力的夺回了赫伦堡。海疆城向黑蛙的弗雷投降了。 兰道塔里伯爵的军队则控制了三叉戟河以南的女权城、木古城和国王大道。在西方，达丰兰尼斯特爵士与金牙城的弗勒普莱斯特爵士会合后，正在朝着奔流城挺进；而莱曼·弗洛罗伊爵士率领两千步兵自滦河城南下，予以增援。 Pax 的 Ladwyn 伯爵保证，他的舰队不日即将从蜻蜓岛起航，通过环绕多恩的漫长旅途，穿越十阶列岛，直扑龙石岛。这支舰队的数量十比一的超过 s t a n i s 的里斯海盗船。实际上，这场被学士们称为“武王之战”的斗争已经提前结束了。 有人甚至听见 m i s t 尔 l r 向泰文公爵抱怨，没有把胜利的机会和荣耀留给他。嗯嗯，对、嗯，大人，不知不觉间，波的来到了身边。嗯，换换衣服吗？呃、啊，我把您的外套放上了。呃，您的床，嗯，为宴会准备的，宴会。 提梁酸溜溜的反问：“什么宴会呀、啊？呃，婚礼宴会，自然波德没有听出提梁挖苦的语调。呃，乔弗里国王和麦格瑞小姐的婚礼宴会啊！我的意思是，嗯，麦格瑞王后。”提梁暗下决心，今晚不醉不归。来吧。 布德瑞克小子，哼，把我打扮的有个参加宴会的模样。走进卧室，只见薛姨正在替夫人梳理头发。喜悦与悲哀，这两个人站在一起，正是绝妙的反差：欢笑和泪水。 桑莎穿着松鼠皮滚边的银色绸缎裙服，带有淡紫色毛须的拖长衣袖几乎触到地板。薛姨为桑莎罩上了一面，镶嵌着深紫色宝石的精致的银发网。此情此景令做丈夫的不禁陶醉。提梁从未得见如此可爱的她。 但那长长的绸缎衣袖又蕴含了无尽的哀伤。莎莎夫人，她开口了：“你将是今晚最美丽的女性。”大人过誉。夫人，雪衣用充满渴望的语调恳求：“可以在席间为您服务吗？” 我还从没有见过馅饼里飞出鸽子的警官呢。桑莎犹豫的望着侍女。但是，太后亲自挑选了所有的仆人呢、啊，而且大厅里太挤。提梁奋力压抑着不快，算了吧。到时候城堡内到处都有乐师表演，外院也会摆上桌子，堆满了食物和饮料。 提良打量着自己的新外套，深红天鹅绒服装在肩膀处加垫，而蓬松的袖子开了口，露出了下面的黑缎内衬。果然漂亮，可惜没有漂亮人来穿呢。来吧，波德，帮我把这东西穿上。提良边穿衣服边喝了一杯酒。 然后挽着夫人离开厨宝，加入到那向王座厅汇集的丝绸缎子和天鹅绒河流中。许多宾客夜已进厅寻找座位，其他人则聚集在大门前，享受难得的秋日温暖。提利昂带领桑舍在院子里周旋，以尽必要的礼数。 看着三傻称赞盖斯伯爵的咳嗽好转，恭喜埃洛提利尔的群服，询问贾拉巴苏尔有关圣夏群岛的婚俗，提良不禁心想，她的确是一个乖巧知礼的好女孩。表弟兰塞尔爵士在凯冯叔叔的扶持下也来参加宴会，这是自黑水河之战后他头一遭下病床。 他看起来好像鬼魂。兰塞尔的头发灰白、脆弱，人瘦的像根棍子，若非他父亲帮忙，随时都可能倒下。但当三傻夸奖他的英勇、诚挚的祝福他身体健康的时候，那父子俩顿时容光焕发。他本该成为丘夫里的好王后和好妻子。 假如乔夫里有爱他的能力的话，提里昂怀疑外甥根本没有爱任何人的能力。哦，你看起来格外的优雅迷人。奥雷娜·提里尔夫人蹒跚走近，那身金丝裙服显得比这老婆娘本人还重。美中不足的是。 风稍稍的吹乱了头发。矮个老妇替桑葚理了理散开的发丝，将它们放回原位，再整好发网。哦，我为你逝去的亲人们感到遗憾。他继续漫不经心的拨弄着。不错，你哥哥是个大叛徒。可我们。 要沦落到在婚宴上杀人的地步，实在是没得治了。啊，这下好多了。奥莲娜夫人微微一笑，很高兴知会你，孩子。后天我便要动身返回高庭了。如果照实说，我真是受够了这臭烘烘的城市了。 男人们打仗离家期间，你愿意陪我做个小小的拜访吗？我会常常想念 m a g a i e 和他可爱的同伴们。要是有你陪伴，那真是太欣慰了。谢谢您的好意，夫人。”桑舍说，“但我必须陪着我的夫君大人。”阿琳娜朝提梁露出了一口充满了皱纹的。 无涯笑容，啊，哦呵呵，请原谅无知的老婆子吧，大人，我并非要拐走您可爱的妻子。您难道不是要统帅兰尼斯的大军去对抗邪恶的敌人吗？我的大军是金龙与银鹿，财政大臣必须留在宫廷居中调度，好让士兵们安心打仗啊。 那当然，那当然，金龙与银鹿，还有侏儒的铜板，我听说过这些侏儒的铜板。毫无疑问，收敛他们是件繁琐的工作。我制定计划方针，不管收敛之事，夫人。哦，是吗？我还以为你事必躬亲呢。总而言之，王室不能在侏儒的铜板上遭人欺骗，你说是吧？ 那自是，天理不容。提良开始觉得罗斯提利尔公爵是有意跳下悬崖的了。哦，请原谅，阿列娜夫人，呃，我们夫妇该就位了。哦，我也该进去了。天哪！七十七道大餐，这不是有点过于铺张了吗，大人？嗯，我最多只能尝尝三四道。 哦，您我这种小个子真是不走运，您说对吧？他又摸了摸桑莎的头发。好了，快去吧，孩子，开心一点。哦，我的护卫呢？我的护卫上哪儿去了？左手，啊，右手，快扶我上高台。黄昏还有一小时才降临。 王座厅内却已灯火通明，每个壁台上的火炬统统点燃了。已到的客人站在长桌后，正在进门的领主和贵妇们经传令官依次通报名讳与头衔后，再由身穿王家服装的侍酒护送，穿越宽阔的中央走道。旁听席上全是乐师。 有鼓手、笛手和提琴手，还有的操着号角、竖琴和皮风笛。提里昂挽紧桑舍的胳膊，沉重的蹒跚而前。他可以感觉到人们的目光，他们饶有兴致的打量着提里昂鼻子上那道让他更丑的新伤疤。让他们看去吧。 他一边跳上座椅，心里一边想：“让他们去瞅，去议论，直到说够了为止。”哼，我才不会为他们而遮遮掩掩呢。荆棘女王拖着脚，以细小的步子跟在后面。提梁不知道是自己和三色的搭配，还是夹在两名七尺孪生护卫中间的枯瘦老妇。 看起来更可笑。乔弗里与玛格丽瑞骑在纯白的战马上，行进大厅。侍酒们跑在前面，撒下无数玫瑰花瓣。国王与王后也为宴会更换了服装。小乔穿着黑与深红的条纹马裤，金线上衣有黑绸袖子和玛瑙纽扣。 m a g r y 则脱下再婚时的端庄裙服，换上了淡绿锦绣服装，紧身胸衣露出肩膀和小乳房的上半部。她柔软的棕发披散在洁白的肩膀上，直垂到腰，额头则戴了一顶纤细的黄金王冠。王后的笑容羞涩而又甜蜜。 他是个可爱的孩子，提利昂心想：“我外甥不配得到他。”玉林铁卫护送国王夫妇步上高台，坐在铁王座阴影底下的荣誉位置。他们的前面垂下了一排长长的丝质旗帜，有贝拉欣恩的金、兰尼斯特的绯红和提利尔的绿。 瑟西拥抱 m a g e 亲吻未来儿媳的脸颊。接着，泰文公爵、凯冯爵士和兰塞尔爵士也上前施礼。乔弗里则接受了岳父和两位新哥哥劳拉斯和加兰的亲吻。哼，我结婚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提梁心想。当国王和王后就座之后。 总主教带领大家做祈祷，哼，我还算是有眼光，至少这个人的声音不像他的前任那么令人昏昏欲睡。哼，提良安慰着自己。他和桑莎坐在国王的右手边，挨着加兰·提利尔爵士和他的妻子梁尼夫人，与乔弗里之间隔了六七个位子。 身为莱尼斯特家族的核心成员和前任代首相，照理这算是一种侮辱，但提利昂还嫌不够，满心希望离乔弗里越远越好。满上酒杯，祈祷词念完之后，乔弗里迫不及待地宣布。着。 他的侍酒连忙上前，将整整一壶蜻蜓岛暗红葡萄酒倒入提里尔公爵清晨赠送的金杯中。国王双手捧起了金杯，敬我的妻子，王后陛下，Magre 万岁！全大厅高呼回应：“Magre 万岁！” 麦滚万岁！敬王后陛下！一千个杯子同时碰响，宣告婚宴正式开始。提良·莱尼斯特和旁人一样干了第一杯，落座时叫人重新满上。第一道大餐是蘑菇和黄油蜗牛炖的浓汤。 盛在镀金的碗里，由于几乎没动早餐，而酒精也已渗入肢体，所以提粮大吃特吃，很快扫了个精光。哼，吃完了一道，还有七十六道呢。城内天天都有孩子饿死。 平民为了一根萝卜互相厮杀，而我们却在这里享受吃不完的七十七道菜。假如放老百姓进厅来看一看，他们就不会再喜欢提利尔了。桑舍尝了一口汤，便将碗推开了。味道不好吗，夫人？提梁询问着。还有好多菜呢，大人。 我胃口小，不能先吃撑了。桑莎紧张的抚摸着发网，然后望向乔弗里国王和提利尔王后所在的席位。莫非他还想娶麦克瑞而代之？提良不禁皱了皱眉头。三岁小孩都不该这么想啊！他心烦意乱的扭开头。 眼中只看到形形色色的女人，漂亮、温柔、美丽的女人，属于别的男子。m a g r y 笑容甜蜜，与 c h a y 共用七面大金杯。她美丽的母亲艾勒里夫人梳着长长的银色发辫，威严的陪在 m i s t i d 身边。王后的三位表妹像欢快的小鸟。 迈瑞威斯伯爵的黑发命尔老婆那大大的黑眼睛里放射出无限激情，而多恩人群中的埃拉利亚·沙德正在为红毒蛇的什么话纵声娇笑的。瑟西将多恩人专门安排在了一桌荣誉位置，只比高台矮一席，却是全厅里离提利尔家最远的地方。 有一位坐在国王左手第三张桌子末尾的女人吸引了提里昂的注意。她似乎是某个佛所维家人的老婆，怀孕之后挺着大肚子，但并未影响那份与生俱来的精致和对食物与欢笑的享受。提里昂看着那女人的丈夫从自己的盘子里喂她吃东西。 他们共用一个酒杯，在不经意间频繁接吻。每次接吻，做丈夫的都会把手温柔的放在妻子肚子上，以为安抚和保护。不知自己靠过去吻三婶，他会有什么反应？多半会躲开吧。或者鼓起勇气忍受，就当是他的责任。哼。 她是我的妻子，然而除了责任却别无所有。就算我说今天晚上要开她的包，她也会尽职尽责的答应下来，连眼泪都不会多流一滴。唉，提良叹了一口气，叫来了更多的葡萄酒。酒杯灌满之后，第二道大餐也上来了。 夹着猪肉、松仁与鸡蛋的糕饼，桑莎也只小小的咬了一口。传令官们则宣七位歌手中的第一位出场。灰胡子的骑手哈米西首先说：“呃，诸神和世人为证，即将表演的这首歌是从未在七大王国奏响的天籁之音。” 他称这首歌为“兰里大人的禁军”。歌手的指头拂过竖琴琴弦，王座厅内充溢着甜美的音律。在那骸骨的王座上，死神打量着被谋杀的王兄。哈密西开始唱歌，歌词讲述了兰里。 后悔夺取侄儿的王冠，所以拒绝死神的召唤，重回阳间对抗自己的二哥，以保卫王国。哼！就为了这档子荒唐剧，银蛇西蒙被做成了喝汤。提梁饶有兴味的想着，唱到最后，当歌手唱道：“勇敢的兰里大人阴魂不散。” 千里走单骑，前往高庭去看他的真爱最后一眼的时候，麦格瑞王后已经感动得泪眼汪汪。兰里拜拉星这辈子就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后悔过，小恶魔告诉桑舍：“哈，但是，假如我是裁判，我会把镀金银弦竖琴。” 判给这个哈密西。琴手还为大家表演了一些人们熟悉的歌曲。毫无疑问，《金玫瑰》是赞美提利尔家，《卡斯特梅的雨季》是奉承提利尔的父亲，《少女、圣母与老妪》是取悦总主教，而我心爱的妻子则点燃了少男少女胸中的罗曼蒂克之火。 提良半心半意的倾听着，一边吃了甜玉米屑、混合切碎的枣子、苹果和橙子烤的燕麦面包以及野猪肋骨肉。接下来，菜上的越来越快，表演也越加繁多，而提良则不停的索要着麦酒与葡萄酒。哈米西走后。 一只矮个子老熊在笛子和鼓声的指挥下笨拙的翩翩起舞，同时宾客们享用着碎杏仁包裹着煮的鳟鱼，乐童踩着高跷在席间追逐提利尔大人滑稽的胖弄臣黄油饼，领主夫人们品尝着烤苍鹿和洋葱奶酪派。 一个潘托斯杂技团，或翻着跟头，或倒立着走了出来，一会儿单脚踩在盘子上保持平衡，一会儿又共同组成了大金字塔。伴随着这次表演的是用味道强烈的东方香料煮的螃蟹，杏仁奶中加胡萝卜、葡萄干和洋葱炖的大块羊排，还有新烤的鱼饼，热的烫手。 紧接着，传令官们召唤下一位歌手——泰洛西人柯里罗·昆廷提斯。他有着朱红色的胡子，口音正如西蒙所说的那样可笑。柯里罗首先表演了《血龙狂舞》，这首歌通常由男女对唱。提里昂边听边吃了两份蜂蜜鹌鹑，灌下若干葡萄酒。 克里罗接下来唱的那首民谣，关于两位恋人在末日浩劫降临的瓦雷利亚生离死别的故事，本来十分生动，可惜用的是高等瓦雷利亚语，在场的贵族多半听不懂。好在酒馆女郎杯上以淫词荡曲赢回了人心。未拔羽毛的孔雀端了上来。 他是整个烤的，肚子里塞满了枣子。克里洛召来了一名鼓手，在泰文公爵面前深深鞠躬后，唱起了 c《c u 卡斯特 y 的雨季》。哼，天哪！假如非得听七个版本的雨季，我还真想到跳蚤窝去向那锅喝汤道歉了。提梁转向夫人：“你喜欢哪个？” 桑莎眨了眨眼。大人，啊，我是说歌手，你喜欢哪个歌手？我，我很抱歉，我根本没有听啊。他也没有吃东西。桑桑，你不舒服吗？提良不假思索的问着，话一出口才觉得愚蠢。他的亲人全被杀死了。 而他本人被迫嫁给我来参加这样一出闹剧，我还问他舒服不舒服？我没事，大人。桑莎扭过头去，假装观赏月童与枣子投掷汤托斯爵士。四位火术士大师召唤出四只烈火猛兽，彼此以火爪互相攻击。 仆人则端上一碗碗清淡的食物，包括牛肉汤和废酒加蜂蜜、白杏仁炖的大块鸡肉。接着，若干风笛手、宠物狗和吞剑艺人入厅分散表演，搭配的菜肴则是黄油豌豆、捣碎的坚果和以藏红花加桃子煮的天鹅肉。不要天鹅肉。 提良嘀咕着，想起在决战之前与姐姐共进的晚餐。某位杂耍艺人同时轮转着三把长剑和三把斧头，血肠串在烤叉上滋滋响着，放到了桌上。提良认为上餐的顺序很讲究得体，虽然他并不爱吃这道菜。 传令官们又吹响了喇叭，为镀金竖琴的竞赛。其中一人高声宣布：“奎家族的格朗上场了。”格朗是一个胸围宽阔的大胖子，黑胡须，秃了顶，洪亮的声音叫厅内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带来了六名乐师。 尊敬的大人们，美丽的女士们，今晚我只给你们带来了一首歌，他朗声说道：“黑水河之歌，唱的是亡国得救的故事。”鼓手们打出了缓慢而阴郁的节奏。 暗之君主在高塔上沉思。格朗开始唱了，他的城堡如永夜般漆黑。漆黑的头发，漆黑的灵魂，乐师们齐声咏颂，一支长笛加入了演奏。 他以妒忌和杀戮为餐，酒杯中盛满恨意。格朗唱道：“我的哥哥统治过七大王国，他告诉泼辣的妻子，我要用利剑结果他的子嗣，将一切占为己有。” 一位勇敢的王子，头发是黄金的色彩。乐师们再度咏颂着，木头竖琴与提琴也加入了进来。若我再当上首相，头一件事，就是吊死所有的歌手。提梁不由自主的大声喝道。 身边的莱昂夫人轻声浅笑，而加兰爵士靠了过来，请放心，大人，公道自在人心，歌颂与否，事迹都不会被抹杀的。暗之君主召集军团，他们如群鸦听候他的呼唤，渴望鲜血，登上战船。 来看可怜的提梁的鼻子，他替对,对方把歌唱完。梁尼夫人咯咯笑着，说：“呵呵呵或许应该由您表演才对呢，大人，您填的词半点儿也不逊于这格勒昂呢。”不是这么回事，夫人，加兰爵士解释着。 我们的兰尼斯特大人生来是该干出一番大事业的，而不是填什么小词的人。若非他的铁索和野火，敌人早就过了河；若非他派出原住民杀掉史丹尼斯大人绝大部分的斥候，我军也不可能收到奇袭的效果。听罢此言，提良心中竟油然生出了荒谬的感激。 他稍稍不那么关心格朗无休无止的颂扬小国王的勇敢和他母亲黄金太后的坚定了，他根本不是那样子的。桑桑突然脱口而出：“永远不要相信歌谣里说的任何故事。”夫人，提梁叫仆人再把酒杯斟满。 夜色已笼罩在高窗外。格朗唱得愈发起劲儿了。他说他的歌共有七十七段，在提良耳中听来简直有一千段之多。切，这个混蛋打算给每位宾客都唱上一段吗？最后几十段歌词，提良是喝酒喝过去的。 一边克制住想用蘑菇塞上耳朵的冲动，当歌手鞠躬离开的时候，许多宾客已经喝得大醉，开始寻起乐子来。盛夏群岛的舞者身穿明亮的雨衣袍子和烟须状丝绸,绸，雀跃着来到大厅。拍写国师却已伏案呼呼大睡，上熟透了的蓝乳酪。 填麋鹿这道菜的时候，罗婉伯爵麾下的某位骑士赐了一位多恩人，金袍子赶紧上前将两人拖走，前者扔进了黑牢，后者带去巴拉巴学士那儿诊治。提良漫不经心地插起了一块加了肉桂、丁香、糖和杏仁奶做调料的腌猪肉。 只见乔弗里国王突然摇摇晃晃的起身，该我的王家骑士上场了。他双手一拍，嗓音里带着深深的酒意：“哼，外甥喝的比我还醉。”提良目睹金袍卫士打开长厅尽头的大门，心里想。 从他坐的地方，只能看见那对并肩而入的骑士所举着的斑纹长枪的顶端。随着两人踏过中央走道，走向国王，欢闹的波浪在宾客中间扩散开来。这两个人骑的马特别的矮吗？他猜测着，直到对方进入眼帘。 所谓的王家骑士，原来是两名侏儒，其中一人骑在一只长腿大嘴的灰狗上，另一个人骑一只斑点大母猪。随着动物的行动，侏儒骑士身上的彩绘木盔甲噼啪,啪乱响，两个人皆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起长枪。 提着比他们本身还大的盾牌，不时的摇晃叫嚣，显得格外的滑稽。一名骑士全身金色，盾牌上会有黑色雄鹿；另一名骑士灰白相间，装饰着冰原狼纹章，马铠也是类似的装扮。迪梁昂望向高台上一张张嬉笑的脸庞，乔弗里。 已经乐得脸色红彤彤的，喘不过气来。托曼在椅子上跳上跳下，叫个不停。瑟西优雅的痴痴发笑，即使泰温公爵也显得颇感兴趣。高台上就坐的众人之中，唯有三沙史塔克毫无表情。提良本该为此而爱他的。 但事实上，史塔克女孩之前就已经神游太虚，连侏儒骑士走到身边也浑然不觉。不怪这两名侏儒，提良得出结论。等表演完毕，我会问候他们几句，打赏一大包银币，然后找出设计这小小玩笑的家伙。哼，兰尼斯特。 有债必还。侏儒们在高台下停步，向国王致意的时候，狼骑士忙乱中掉了盾牌，他弯腰去捡，而陆骑士同时握不住长枪，结果武器砰的一下砸到了狼骑士的背上，把他从猪身上打了下来。接着两个人便乱了套，东西在地板上纠缠成一团。 等他们重新站起来，又一同跑去骑狗，随之而来的是另一阵叫嚷、争夺和推挤。最后，两名侏儒终于重新上了鞍，却互相交换了坐骑，拿错了盾牌，还坐反了方向。又做了一番可笑的整理之后，两人终于骑着坐骑来到了大厅走道相对的两面，准备比武了。 领主和贵妇们有的哄笑，有的傻乐；侏儒们啪嗒啪嗒的跑过来，猛然相撞。狼骑士的长枪正中鹿骑士的头盔，将对方的脑袋挑飞出去，头颅溅洒着鲜血在空中旋转，最后落到了盖尔斯伯爵的膝头。 无头的侏儒在席间奔跑，双手拼命挥舞；狗在狂吠，女人在尖叫。乐童极为惊险的踩着高跷避开现场，结果盖斯伯爵却从打烂了的头盔里掏出了一个粉碎的西瓜。当看到鹿骑士的头从盔甲里伸出来的时候，一阵笑闹的风暴席卷了大厅。 侏儒们等大家笑声渐息，才有彼此绕着圈子辱骂着各种情色脏话，准备第二轮比武。这时，灰狗突然抛下骑士，骑到了母猪的身上，大母猪可怜的尖叫抗议，婚宴宾客们乐得合不拢嘴。 尤其看到陆骑士趁机压住狼骑士，解开木质马裤，用内画儿努力地干着对方的下体，大家的肚子都快笑爆炸了。我投降，我投降！被压在下面的侏儒尖叫着：“好爵士，把您的宝剑放下吧。”“呃，我会的，我会的，只要你别蠕动剑鞘。”骑在上面的侏儒回答：“欢乐于此刻。” 达到了顶点。乔弗利笑得两个鼻孔里喷出酒来，他喘着粗气站起身子，差点撞翻了那七面具杯。冠军，他叫着：“我们有了一位冠军！”听见国王发话了，大厅里沉默了下来，侏儒们也规规矩矩的站好。 无疑在等待着夸奖、赏赐。可是，这并非真正的冠军。小乔接着说：“真正的冠军得击败所有的挑战者。”国王爬上桌子：“还有哪位要向我们的小冠军挑战呢？” 带着愉快的笑容，他转向了提里昂，舅舅。为了王国的荣誉，你可以出战吗？我说：“骑上那头猪吧。”笑声如海浪一般打来。提里昂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站立起来，如何爬上椅子的了。 反正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到了桌子上，面前是一片摇曳的模糊笑脸。他用扭曲的面容扮出，也许是七大王国有史以来最为丑陋、最为讽刺的微笑。陛下，他喊回去：“我骑猪，你骑狗。” 小乔困惑的皱紧了眉头，我我又不是侏儒，干嘛上场啊？哦，你简直一如既往的迟钝，正好踏入陷阱。干嘛呀？因为你是全场我唯一确信能够打得败的人。提梁不知道哪样更甜美。 是刹那之间，大厅内由惊骇引起的静默；是随后猛然爆发的狂笑，还是外甥脸上那无法压抑的暴怒？小恶魔满意的跳下桌子，而奥斯蒙爵士和马林爵士扶国王下来。他注意到瑟西怒视着自己，便给了对方一记飞吻。 乐师重新演奏起来，厅内气氛得以舒缓。两名侏儒领着猪狗离开，宾客们开始享用野猪肉。提良正叫人斟酒，忽然被迦兰爵士猛力扯住衣袖：“大人，小心！”骑士警告着：“国王来了。”提良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 只见乔弗里已经走近了，他红了面颊，踉踉跄跄，手捧着巨大的金杯，酒液溢过边缘。陛下，提良才说了这一句，国王便将酒杯整个从他头上倒了下去。 红色的水流冲刷着提良的脸庞，浸湿了他的头发，刺痛了他的眼睛，灼热他的伤疤，流过他的下巴，打湿了他的新天鹅绒外套。感觉如何呀，小恶魔？乔弗里嘲笑着。提良的眼睛。 几乎要喷出火来，他用衣袖擦着脸，不停的眨巴着眼睛，试图让视线恢复清晰。这样做，很不适当，陛下。他听见加兰爵士静静的表示：“啊，话不是这样说的。”加兰爵士，提良不想出更大的丑，不能在这里当着全国诸侯的面。 并非每位国王都愿意亲自来敬他卑微的仆人一杯酒的，哈，很遗憾，酒洒掉了，才没有洒掉。乔弗里根本没有领会提梁为他提供的台阶儿。我也不是来敬你酒的。麦格丽王后突然出现在了小乔身边，我可爱的君王，提利尔女孩恳求着。 来回座位吧，又有一位歌手要开始表演了。对，伊森人阿里克。阿雷娜·提里尔夫人拄着拐杖走进，和她孙女一样，对浑身湿透的侏儒无动于衷。希望他再唱一遍《卡斯特 m 的雨季》。哼，吃了个把钟头，我都快忘记歌词了。 亚当爵士还要为我们祝酒呢，麦克瑞说：“来嘛，陛下，我没有酒。”乔弗里宣布：“没有酒，如何能接受祝酒啊？”小恶魔舅舅，你可以为我服务。既然无法上场比武，就当我的是酒吧。我很荣幸，这不是什么荣幸。”乔弗里厉声尖叫：“把杯子给我捡起来！” 提梁默然照办，手朝杯儿伸去，不料国王一脚踢翻了金杯，捡起来，你这矮冬瓜还笨得出奇吗？提梁爬到桌子底下找到了酒杯，好，很好，现在给我倒酒。提梁从一名女仆手中抓过酒壶，将杯子注满三分之二，不行。 跪下去，侏儒。于是提里昂双脚跪下，捧起沉重的金杯，心里怀疑国王是否要让他再次洗澡。幸好乔弗里这一次把杯子一手接过，伸饮之后放到了桌子上。你可以起来了，就，就，腿脚也已僵硬。 抽筋儿几乎令他再度瘫在地上，提良赶紧抓住椅子稳定平衡，加兰爵士伸手来扶。乔弗里笑了，瑟西笑了，大家都笑了。他看不见他们的脸，但记住了所有的声音。陛下。 蔡文公爵以不受影响的精准语气发话了：“馅儿饼上来了，您得亲自切割。”馅儿饼。国王一把挽住王后：“来，夫人，哈哈该切馅儿饼了。大馅儿饼。” 由六位喜气洋洋的厨师抬着，缓缓进入长厅，大家都站了起来，叫嚷、喝彩、互碰酒杯。那馅儿饼的直径足有两码之长，颜色金褐，表皮松脆，里面传来了鸟类尖叫、扑腾和打闹的声音。 提梁坐回椅子上，只等着鸽子朝他拉屎。今天就算是功德圆满了。酒液不仅浸透了新外套，还浸进了内衣，皮肤湿漉漉的，很不舒服。他想去换装，但在闹新房之前，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眼下还有二三十道菜。 乔弗里与玛格丽在高台下等候大馅饼。国王拔出佩剑，王后伸手制止：“寡妇之豪不是用来切饼子的。”没错，小乔提高了音量：“伊林爵士，把你的剑拿来。”从大厅后面的阴影里，伊林派恩爵士。 突然出现，看着国王的刽子手大步向前，形容憔悴，神情冷酷。提良不禁心想：宴会上的幽灵。失去舌头之前的伊林爵士，他并不了解，因为那时他人还太小。哼，想必当年是另一番模样，而今沉默与那双深邃的眼睛。 铁灰色的锁甲和背上的双手巨剑一样，都成了他的招牌了。伊林爵士在国王夫妇面前鞠躬，伸手过肩，将一柄六尺长、刻满了符文、装饰华丽的银色巨剑抽了出来，随后单膝跪地，将巨剑剑柄朝前献给了乔弗里。剑柄以大块龙筋。 雕成了微笑的骷髅，红宝石眼睛闪烁着红色的火光。三傻不安地扭动着，那是什么剑？提良的眼睛依旧被葡萄酒刺痛，他努力的眨巴着眼睛，以求看清楚。伊林爵士的佩剑与寒冰一样的。 长而宽阔，但色彩并非瓦雷利亚钢的沉暗如烟，而是发出了银色的光泽。桑莎抓住丈夫的胳膊，他把我父亲的剑怎样了？哦，我该把寒冰还给罗伯斯塔克。提梁心想，他别向父亲，但泰文公爵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 国王身上，乔弗里和迈格瑞协力举起那柄巨剑，猛然挥下，划出了一道银弧。馅饼皮破开的同时，一百只白鸽迫不及待的冲了出来，向各个方向乱飞，最后拍着翅膀站到了窗户和房梁上。空中都是飞散的羽毛，大厅内欢声雷动。 旁听席上的提琴和风笛奏出了轻快的乐章，小乔抱起新娘，快乐的转圈儿。一名仆人将一片鸽子馅饼放到提里昂面前，并撒上了一勺柠檬乳酪。馅饼是用真正的鸽子做的。 但提里昂讨厌他们，就跟讨厌他们那些四处拉屎的同类一样。桑莎也没有开动。你脸色苍白的厉害，提里昂说：“呼吸点新鲜空气吧，里面太闷了。”而我，也该换身衣服。他站起身来，握住妻子的手。来吧。 可乔弗里又回来了。舅舅，想上哪儿去呀、啊？你是我的侍酒，不准走。我得换身衣服。陛下，可以先告退吗？不行，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给我倒酒。国王的金杯还在桌子上。 提梁爬上座椅，将金杯捧了起来。小乔伸手抓过，深饮了一口。他的喉咙不住的吞咽，紫色的酒液流过下巴。陛下 m a r g r e 恳求着：“我们该回去了，布克威尔大人要来敬酒呢。我舅舅没吃馅饼。”国王一手。 握住杯子，一手鼓捣着饼子，这不吉利。责骂之余，他胡乱抓起了一把，塞进了嘴里。瞧啊，哼，很好吃。他吞下热腾腾的香料鸽子馅饼，嘴里呛出了些许脆皮儿。随后他又抓了一把，干，有点儿干，嗯，得把它冲下去。 小乔又饮了一口酒，然后开始咳嗽。我要你骑那只猪，舅舅，我！要你……<咳嗽>他的话语被咳嗽声打断了。m a g i e 关切的望着丈夫，陛下，呃，是。 馅饼，没关系。小乔再喝一口酒，但当又一阵咳嗽猛然降临的时候，所有的汁液都喷浆出来，他的脸色越胀越红。我无法、啊啊、金杯。 自手中滑落，暗红色的葡萄酒流淌在高台上。他噎住了 m a r g r 王后惊呼起来。他的祖母迅速靠拢，快来帮帮这孩子！荆棘女王以高于他身材十倍的嗓门尖叫着：“你们这帮白痴！” 只会张口结舌的傻站在那儿看着吗？快帮帮你们的国王！加兰爵士推开提梁来为乔弗里捶背，阿斯蒙·凯特布莱克爵士割开了国王的衣领，这孩子从咽喉的深处发出了细的吓人的、充满恐惧的嘶声。 那声音就像是一个人想用一根芦苇引进一条大河似的，最后竟连这声音也消失了，只剩下了令人恐怖的沉默。把它翻过来！梅斯提利尔手足无措的大吼：“把它翻过来！呃，提起脚跟儿抖！” 另一个嗓门吼的则是水，给他水喝。总主教高声祈祷，派希尔国师嚷着命人扶自己回去取药。乔弗里伸手抓向喉咙，指甲在皮肤上挖出道道血痕，然而下面的肌肉硬得像岩石。托曼王子，哭哭啼啼，他快死了。 提梁，领悟过来。尽管周遭充满了各种混乱、喧嚣与狂暴，自己却奇特的镇静。这会儿，有好几个人在给小乔捶背，但国王的脸色越来越黑。狗在狂吠，孩童在嚎啕，大人们彼此呼喊着，桩桩毫无意义的建议。 有一半的宾客站了起来，有的推挤过来想看清楚，有的则忙着溜出门去。马林爵士掰开了国王的嘴巴，将一只勺子伸进咽喉深处探查。就在这时，国王的眼睛对上了提里昂的目光，他有詹姆的眼睛。 但是詹姆从不会如此惧怕。毕竟他才十三岁呀、啊。乔弗里的喉头挤出了一下干燥、粗哑的声音，似乎是要说话。他眼白突出，神色恐怖，提起了一只手指向了舅舅，指向了。他是要请求我的原谅吗？ 或者认为我能拯救他？哦，不不不不不不不！瑟西嘶声哭嚎：“天赋啊，救救他吧！谁来救救他呀？他是我的儿子，我儿子啊！”提良不由自主地思及了罗伯斯塔克。事后看来，哼，我的婚礼还算是幸运的啊。 他想看看三傻的反应，但厅内一片混乱，不见夫人的踪影。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了那只被遗忘在地板上的金杯上，便把那杯子捡了起来。杯子底部还有少许深紫色的酒液。提梁考虑了一会儿，把那些酒液倒光 m a r g u e r t i l i a 倒在祖母的怀中，啜泣着。“勇敢些，勇敢些！”老妇人呢喃着。大半的乐师已经逃离，只有一个笛手留在旁听席里，奏出了一曲挽歌。王座厅底部的大门边爆发了混战，宾客们互相践踏、争夺。 亚当爵士的金袍军连忙上前维持秩序，客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黑夜，有的哭泣，有的踉跄，有的呕吐，惨白的脸上写满了恐惧。明智的选择是赶紧离开呀、啊，提梁迟钝的想。 当他听到瑟西的惨叫声时，明白一切都结束了。我也该离开呀、啊。相反，他却蹒跚着走过去，走向他的姐姐。太后瘫倒在一滩酒水里，怀抱着儿子冰冷的身躯。 他的裙服破烂脏污，他的面颊白如恶石。一只黑瘦的狗爬到他的身边，舔嗅着小乔的尸体。这孩子去了，瑟西。泰文公爵把戴着手套的手放在女儿肩上，手下的卫士则将狗赶开。松手。 让他走吧。做母亲的浑然不觉，两名御林铁卫协力，才把他的手指掰开。于是，七国之君乔弗里·布拉西恩一世的尸体就这样柔软的、毫无声息的滑倒在了王座厅的地板。 总主教，跪在死去的君主身边。天上的圣父啊，求你公正的裁判我们的好国王，乔弗里吧。他拖长声音吟诵着，开始做临终。 玛格丽提里尔哭出声来，他母亲埃勒里夫人则安慰着他。他噎住了，亲爱的，他被馅饼噎住了，不是你的错，他噎住了，我们都瞧见的。他没有噎住，瑟西的音调比伊林爵士的宝剑更锋利。我儿子。 是被毒死的。他扫视着，无助的环绕在周围的白骑士。玉林铁卫履行职责。啊、呃，夫人，罗拉斯·提里尔爵士狐疑的询问着：“立刻逮捕我弟弟！”他下令：“是他干的。” 这侏儒和他的小妻子，他们俩害了我儿子，害了你们的国王。抓住他们，抓住他们！